开始了啊，嗯，说吧，所有的不正经的话，不重要的话，嗯，不关紧要的话，紧要的话可以说，对，可以随便乱说。嗯，昨天之所以没有常一直上网，是因为太忙了。忙什么呢？家里面有工人来把那个脏的那个天花板给他涂油漆。哦，是别人帮你做，可能是在想到跟别人学习，可能是找路错路了，对，昨天老公做了蛋糕，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做的特别好，我还给放了照片放到上面。他做蛋糕是特正经的，一定要一步一步看着那个什么书上写着要用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如果书上写着切六厘米，他不会切到6.5，就那么认真的。对，你还讲多了，对，我还说七厘米。恨不得拿一把工业卡尺去量，游标卡，对，就那么认真的一个人，挺好玩，是好事，挺好玩的。这世界上最怕就是认真，这不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吗？世界上最怕就是认真，而共产党就最讲认真。应该有一个紫色，紫色，还有一个白色。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？就是这个 Facebook 上面的这些。加你做朋友的，有一阵子他又不见了，有一阵子他又出现了。对，就跟我们时而上网，时而不上。删除了，有一阵子他又送来了请求了。我基本上没有这种删除不删除的问题，但是不存在是吧？不存在删除不删除的问题，跟你是一道就是一道，不是一道就不是一道，对吧？没有那个问题。大概。你得罪人家了？我没有，我想他们，我想呢，你遇到的一群人和我遇到一群人还是有所不同的。你的都是什么样的？都是比如说刚刚开始玩这个风花雪月的。那不是，就是大家都刚开始初涉网路，然后大家都觉得哎很新奇，然后就想看看，是个石马玩意，然后过一阵子呢，大家又想，哎，不行，这个应该要把自己的账户清到只剩下朋友，就是从各个不同地方认识的朋友，然后过了一阵子呢，又觉得，哎，这个人好像也没什么，放着也无大碍，对吗？然后再给加回来吧。对，又加回来。没有这样想过，有这种，噔噔噔噔，哦，弄脏了。
纸那么脏了。但是呢，有一种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他自己，每个人的生活都只有那一种，对，都是世上再也第二个版本了，对。所以呢，你要记录的就是你唯一的版本。嗯哼，你没有办法去 cut and paste。嗯。想清楚，这个也就没有那么多的，没有那么多的挂虑，是不是？哲学太深了，我跟这正跟这涂颜色呢，好好，没有想到呢，还没有跟上你的趟。我基本上，我从两年前开始，我基本上就不加人了。嗯。因为我就觉得他有人愿意加你，你就加上。是我的意思就是如此了，我就是我从来不主动去加人。啊，对，嗯、是缘分。一开始就是你玩的时候就觉得哎，好好很新奇呀、啊。这个人我见过一次面，跟他打过一次交道，就、嗯、哎就 friend request 对吧？嗯、对。或者是哎我无意当中在另外一个网络上，他看到他 post 出来他的东西。挺有意思的，很好玩、嗯、很好笑，或者是咖啡呀、啊、或者什么的，然后又 request， 那基本上这种阶段呢，大概过他那么个八九个月，对，你就开始厌倦了，嗯哼，你就觉得这个就开始喜新厌旧了。喜新 no、嗯、你不就是一个旧的吗？对，这么旧了，嗯，已经。你不就是我在最新奇的时候加上的吗？对，喜新厌旧，这叫大浪淘沙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些东西就慢慢就淘去了，淘去了。对，对，喜新厌旧这个词，但是我也不去，但是喜新厌旧这个词用的残酷了一点，因为好多话我们都是要。正话正说，反话反说。其实你要是正话反说，能发现到世界上一个新天新地，对不对？喜新厌旧，你不喜新厌旧，你怎么能够发展？对不对？大浪不淘沙，你怎么？大浪淘沙就是好词，实际上就是喜新厌旧的另一种说法。另一种说法。嗯。再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，喜新厌旧其实是发现新的东西。没错，就是对世界未知世界的一种。对。我们还有个 Discover Channel 呢。对，就是对未来世界的一种欣喜，一种。不管你是喜新厌旧也好，还是念旧也好，都是因为在这个旧的东西，它不断又有新的东西出来。对。对吧？不断的给自己有一个新的要求。嗯，就好像画画，你要是老画一样的，老画一样的，你就觉得烦了。自己提出一个新的。所以呢，叫做就这样瞎画吧，信马由缰吧。看着人家一幅画画出来的，画画画，对，画画就是。其实真是，你看着人家的画，你老也学不像，就是看老师的话也老也学不像，你干脆不学了，真是，学谁也学。一些基本的，对对对，一些技巧啊什么呀，那些手法，一定要学。那个东西可能技术上的东西可能要学，对，要不然它让你少走很多弯路，少走好多弯路，对吧？而且你看这些大画家都是从特别好的基本功开始，然后发现 gosh 基本功烦了，你再看看现在毕加索的画，那这就是小孩的画，你拿这个班里的两岁三岁五岁的孩子画的画比他还好，其实他就是在向孩子学习，他要重新打破他那个以前
以前他觉得对的东西，现在他觉得对。就像当时我画那个工笔的时候，对，哎呦，那一层一层的染，对，染到第五六层的时候，觉得那个满足感多么强啊！对，终于有一天豁然开朗，这个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自己的那种神韵，给他搞出来。还有一个就是你乐在其中，嗯、那是对。着色的时候，那个过程，那个、那是一种，你是一边一边的着的时候，你把你自己的心里的苦闷，就一点一点的就吐出来了，那时候呢，你没办法说为什么，你用了你的手在帮助你吐这些东西，对、就是，抒发一些自己的情感，你需要用一些机械化的动作，对，很对很对，机械化的动作，那就是机械化的动作，对，然后一层再一层，对，第三层，当你。你看学生画画的时候，他开始特别迷茫，然后慢慢的开始涂颜色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上瘾了，然后涂到一定程度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做了，这个时候你去告诉他，哎，这里缺一点蓝色，他一下子好像有指路灯似的那样，那种感觉特别好，你也为他高兴，他自己也高兴。不要怕给孩子做指导，也不要怕他出错，有必要的时候是应该指导，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很是，当然、我们就是没有人给我们指导是不是，我们没有机会，你已经没有人给你指导，都觉得你算老几啊，还给你指导，值得给你指导吗？我不费那力气了，被忽略的一代，这样讲有一些伤感。伤感是一种错误的谎言。伤感是一种美好的谎言。谎言或者是美好的诗情，伤感是一种很有诗情画意的感觉。伤感是美丽的谎言。然后生气是，什么样的谎言？生气还是谎言吗？生气应该是真实，生气是残酷的现实。好，生气是残酷的爆发。对，残酷的爆发。好，每一个都给他一点，找一个词儿。对，就是 life is splendid。对，life is a splendid thing。Fabulous, fantastic, 但是就是不是 colorful。就是不是 colorful。Colorful is a little bit too shallow. More than colorful. 对。说这个 life is colorful 呢，如果没有任何的背景、前提和这个后续的话，仅仅是这一句话就有点像鞋子挤不挤脚，在自己身上才知道。其实讲的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哲学道理。一点不错，可是就是平民化的哲学道理。人本的问题，人本的问题。误会了，跑过缩了，竟光是聊天了。过缩了，过界了，没有人看见。没关系。OK。没关系，这个镜头过缩了。对，学一个乐器，唱一首歌。我今年一定要做这件事，我给自己，不如给自己一个目标吧。对，就是。比如说我去年。其实我我说自己写书，给自己列了十个目标。其中包括每个星期，每个星期至少300字。这太那个了啊。这其实对自己要求也太低了。太低了，300字，我儿子的作文都要写到500字。应该是每天300字。那杨溜溜写作文写技术到什么程度啊？最后一个。
地儿肯定是一个句号，是可能给惊到那个多一个字都不写。还有我现在是278个字、嗯、我还有多少个字就到了，对对对对，数着写 还剩多少、嗯、现在我到了，对对对，我到了的那个道子都要，对，乐子都要给它省略，对对对，我到我到，嗯，所以每天300字，其实我后来已经超越了，嗯，去年一年呢已经超越了，那好，当然每天就每个星期当然不止300字了，很自豪。可是后来起码有一半的字呢是写给自己的电邮、哦、嗯，跟自己儿女情长，人就是应该要跟自己儿女情长，对，难道不对吗？就是就是要跟自己，太不重视自己了，那不行、嗯，其实就是色彩的放射，其实这些大画家他画的时候，他画的时候也是我们与他的区别就是他有名我们没有，没有名我们的快乐都是一样的，是对不对？当然，就像鲁迅写的这些东西，坏了，这个怎么那么深？鲁迅写的那些纪念刘和珍君啊，或者是写那些《朝花夕拾》，他写的《朝花夕拾》就像我写的《废弃的消防车》一样。我还没看你的《废弃的消防车》。《朝花夕拾》。覆盆子和珊瑚传承的珊瑚珠，我想想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阿堆我的蟋蟀，阿堆我的覆盆子和，我还小时候还必须背鲁迅的这些诗，那段话要背的，嗯，对，都是要背的。现在看起来还是他是骨头，对，一句废话没有。铮铮铁骨，真的，这个人真的是铮铮铁骨。我现在看来看去，他说话，他做演讲，一点表情都没有。鲁迅，对，鲁迅是没有表情。闻一多，我听老师说的，闻、哦、一多就是那种气血飞扬啊什么、哦就是、这样的，对，激情，对激情，对、嗯。但是鲁迅就是一点都没有，没有表情，对。可是说出来的话，对，就是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，千金，对，砸到地上，吭吭吭作响，铿锵有力。所以呢，这个言要寡，嗯，才能精，嗯，才能重，嗯。我就是话太多了，嗯，全听见你说话，正确，就跟我这儿。你怎么都不说呢？所以你一说出来，全都是铁骨铮铮。不行，我要去倒杯茶。行。这样我可以清静一下。
出来了。零舍不同。嗯。照着人家画，画出了一幅自己的画。这就叫做青出于蓝胜于蓝。这就叫偷机取巧。好话坏着说，坏话好着说，好事坏着干，坏事好着干。Oil pastel 是挺上瘾的一个活，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累，就是做苦工。我把手给我们有，我们就需要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就刚才就跟涂颜色，把心里的万般悲痛都给化解出来。如果你没有悲痛，你涂不好 Oil pastel。对，真的，你要。要有深仇大恨才能。你要有深仇大恨，你才能够用得到那个力。对，才能有力度。不干了。你写完了吗？我差不多了。好。见好就收。太阳也出来了。书的，现在那去吧。但是我的 computer 没带来。你自己的那个，嗯、你的东西都在那个书上。哦，在家了。你把那个孩子们的，放的。就收了，不说了。我中午回家跟宝贝儿吃饭。宝贝儿今天有课吗 ？Minimum day。什么 ？Half day。对。哦，叫什么 ？Minimum day。哦 ，Minimum day， 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到了下午，他要去一个。多好。要去比赛。嗯。4x400。体育比赛，嗯，跑步，嗯，我得下午还得送他去比赛，得就他了，嗯，不干了，不伺候，咱们不伺候。待会儿再给你染一染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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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过渡一下。算了，不能再过渡，过渡给过渡坏了。Mm-hmm.